爸爸，来一份面。我不想吃面了。那你吃我的肉夹馍，我吃你的面。来，以后咱俩出来 AA 制哈，你手头比我都富裕。我并没有付钱。你吃的肉夹馍当然你付钱了。我为什么要付肉夹馍的钱？那你付面钱也行啊。梁占懒心似水，跟他走了极风尘。舅舅，马上吃饭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没有给我介绍女孩，这不约出去见一面吗？那太远了，你不得请人家吃饭呀？当然了，地方我都订好了。那你带上我呗。我到你干什么？那我帮你办个快点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动啊，小姑娘。这是我舅舅，舅舅不合适，我就爸爸呀。夜阑渐满心似水，心里丢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你干什么呢？探索吧，舅舅，外面好热呀，在公园一直芒果味的雪糕吃吗？心静自然凉。那你不热吗？外面都40多度了。不热，我凉快得很。也对哈，没钱没房没车，还没有女朋友。对我，我也要。老板，热死我了，来吃雪糕。这么热天干什么去了？我陪我妈妈逛了一天的街，又是买衣服，又是买项链，又是买口红，又是买包包。你买什么了？我买了呀，我买大了。你不是去面试的啊？怎么会在家呀？面试的很快。那你面试的怎么样呀？哎，最近面试的这些都是十几个招一个，面试完就没信儿了。你怎么这么着急找工作呀？就是呀，我离职后都在家里待了两三个月了，哪有咱男人天天在家里待着？早上班早站全累完了呢。没毛病。要不然一看这小伙，要外形就外形，要才华有才华，就你不好，那多可惜。那你可要抓紧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女孩，可别再泡汤了。等找到工作，一定请你们吃大餐。我们都认识认识。哎，什么舅妈？他在家没一天。